现在时间是2019年11月17号，白天啊，中午的12:33。各位吃过早餐了没有啊？我早上吃了两颗水煮蛋啊。然后现在喝这个什么黑咖啡啊，一喝就知道是非常廉价的黑咖啡啊，全联买的，你知道 UCC 的绿挂式黑咖啡啊，一杯只值大概9块钱啊。喝起来味道真的是有一种廉价的好喝感啊，廉价的美感啊。今天真的是想说闲着没事做，就早上录一录啊，因为等一下晚上，我发现晚上现在要上班嘛。开始有那种 Monday Blue， 你知道？那为了避免我的 Monday Blue 呢，我就决定白天先录一录，这样才不会 Monday Blue 啊。那这首歌是来自 Harris Code 的 Louis 的摇篮曲啊。催眠曲，好，哇，这礼拜真的是神清气爽啊！哇塞，大早的，什么事都没做，你知道？吃完早餐，我睡到几点啊？我睡到10点吧，睡到10点起来就开始录这个，吃完早餐就开始录这个台北罗汉脚散步小吃喜剧闲聊意识流电台啊。那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最近这连续这几天天气又蛮好的啦，所以我想说周末我就去那个，礼拜六我也没事做嘛，我就想说我就去那个景美那边晃一晃，你知道吗？景美那边有那个什么仙鸡眼啊，在那个景美国小嘛，国中啊。就是靠近景美夜市那一带，靠近那个什么世新大学那一带，因为昨天天气很好，我没事做，我那个躁动的心啊，蠢蠢欲动，你知道？所以我想说，好吧，要找个地方去逛逛好了，我就自己搭公车去那个仙鸡眼那边散步啊。那其实讲实在话，我其实也蛮久没去景美一带。我之前刚退伍的时候，我有个跟我一起同梯的，他就住在那个景美那边啊。啊，这个身高180几的那个壮汉，你知道吗？那种非常他的绰号就是铁臂啊，铜墙铁臂的铁臂啊。然后他就住在景美那一带，他兴趣是喝咖啡，你知道？然后是念什么？他念什么我也忘了，土木工程之类的吧。然后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家伙，我以为他叫做铁屁，你知道吗？我以为人家叫他发音不太标准，他说你好，我叫铁屁。我说铁屁吗？屁股很铁是不是？看起来不铁啊，肉蛮多的啊。他说没有没有，就是铁屁这样子。我跟他那时候蛮好的、啊，后来才知道他叫铁臂，我叫铁臂铁屁，你知道？我说铁屁股，你是常骑车还是骑什么东西？怎么会铁屁股？
所以我那时候那阵子就去景美找他，然后他就会带我那边晃晃什么的，然后喝咖啡什么小的，都跟他蛮骂街。现在其实最近有点失联了，不知道在干嘛，可能出国念书去了吧。那所以我大概也是四五年没去景美，也是景美那一带啊，景美国中那一带，然后就是。昨天就去嘛，然后其实搭的车也是一样。我那之前坐在那个内湖，我搭284去找那个通梯，然后现在住永春，还是搭284去那个景美国中那里。景美国中还国小，干，好像国中，对，景美国中。然后天气蛮好嘛，我就那边到那边，我其实没吃什么东西，我那边闲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边有一家那个鸡排店啊？干，我那天下午去，你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妈妈的鸡排店。干中下午3点就看见一堆人排队买鸡排，你知道？我都没有在开玩笑，我就看到我们傻眼，然后说干谁他妈的，一大早的在那边吃，白天的那边吃鸡排啊！我的天，鸡排不是应该是，就是你半夜已经肚子很饿，然后也没其他东西可以吃，然后你去楼下那个鸡排摊买一个当宵夜那种很罪恶的一种食物，就只能在暗地里面偷吃的东西，你知道吗？毕竟油油腻腻。我跟你讲，我每次吃完鸡排啊，吃鸡排就是配啤酒嘛，吃鸡排配台啤，然后每次吃完鸡排，我都会有种瘫痪掉的感觉，你知道？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味蕾，我的胃被这个太油腻的东西给瘫痪，因为它的那个分量实在太，它的那个食物的那个组成那个结构啊。实在是太油腻了，你知道？所以我整个身体必须要把那个能量集中在胃部去消化掉这个东西。所以我每次吃完鸡排，我大概每次9点到10点吃完鸡排吧，然后喝完啤酒，我就直接瘫软在我那个我家的沙发，你知道？就这样，像个废人一样，你知道？然后满嘴油油的，然后不知道9点10点。也不知道我也没还没到我睡觉时间，然后我就那边瘫在那边，大概睡了1个小时再起来，然后发现干。我刚刚吃了什么东西？我肚子很酸，你知道，然后满嘴都是油，然后还不小心睡了1个小时，等下半夜还睡不着觉，这种感觉，这是我平常吃鸡排的样貌了，这是我平常吃鸡排的那种心路历程啊。所以我看到那天下午2、3点，看到一堆人排鸡排，然后看这些人是没有羞耻心吗？他们怎么可以大白天的那么大啦啦那边吃鸡排呢？真是令人羡慕啊！所以人家基本上什么名店吧，我一下那个景美的那个，然后他走到什么路啊？景后路吗？还是什么路的？就是一看就看到那家鸡排店大排长龙，妈排队鸡排店还真的是很难得啊。然后但是我那时候不想吃鸡排嘛，因为我还是有点羞耻心的，还是有点自尊的，所以我就继续往前走。就看到前面在那个他那边有个全家吧，全家那边有一家卖葱油饼的，也是小排啊，大概是小排队，大概3、4个人在排，你知道？我想说，哎呦，葱油饼感觉不错，你知道啊？卖葱油饼跟韭菜盒，然后我就又不想吃韭菜盒，你知道？我觉得一大早吃韭菜盒，好像嘴巴会有点臭，你知道？就是有种吃的韭菜水饺那种感觉，所以我说那我就吃个葱油饼啊，这个葱油饼加蛋。就走过去点，我就过去，然后有一个阿伯在卖，跟他旁边的我不知道是他孙女还是女儿，你知道，蛮还是世新大学生打工攻读妹妹，你知道，蛮正的，白白嫩嫩的。然后他就问我要吃什么，我就说我要吃一个那个葱油饼加蛋啊。就大概没多久，还是拿给我，其他人都还在排着，在干靠北，因为他们都在吃，他们都等着要买那个什么韭菜盒，干靠北买错了。想说好吧，那算了，反正都买就吃嘛，就吃那葱油饼。不得不讲，它那味道还蛮特别，它不像一般的葱油饼的。一般葱油饼不就是那个，就是煎的嘛，就是薄薄的那种去煎，然后煎完之后叠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切嘛。不然就是那种葱抓饼嘛，就是那种有点脆脆的那种感觉。而那家葱油饼好像比较不一样啊，然后味道好像是比较厚一点的，有点像那种，比较像那种。东北那种烙饼吗？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蛮厚实的，有点面粉，就是你吃下去有种你吃得到那种面粉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比较扎实的那种感觉，比较 old fashion 的那种，比较古早味的那种，甘仔 old fashion 的迄个 spring onion pancake 啦，大概他们知影 spring onion pancake 哦，那个葱油饼啊。
那味道是还蛮不错的啊，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干下次有机会再去吃那家，那家叫什么庄家吧，庄家葱油饼，因为那时候爬山爬完下来看到他还开着，还是然后也是小排队哦、喔、所以想之后有机会去吃，好像也算是名店，我看那个 Google 评价上面也是星数也是 4.多颗星啊，也蛮不错的，下次再有机会吃哦、喔。不过重点不是这个啦，重点是我要继续讲嘛，就去爬山嘛，对不对？我发现最近我真的蛮适，我这个人好像蛮适合爬山的，你知道，因为他基本上他也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一种活动。终于知道为什么老人家这么喜欢爬山呢？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要去打篮球，其实有点累了，你知道，跟人家那边拐来拐去的啊，我不是特别壮，也不是特别会跳，你知道吗？去那种天桥下面跟人家抢一颗球，我觉得干好像有点无聊，你知道。重点是我打的也不是特别好，你知道，而且。篮球这种东西就是特别竞争性特别强的一种运动，你知道吗？而且还不断的锻炼自己，还又容易受伤，我觉得干有点累。我这个人这是有点懒惰，你知道吗？就是看到人家那边抢那个球，就是坐在旁边看还觉得还不错，还不错，那个上来蛮漂亮的，然后那个三分球投的蛮帅的。但是你叫我去打，我就觉得干有点累，你知道吗？就是这种运动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些运动就是适合看，不适合去玩。像是棒球这种运动，就是你很适合看。最近那个12强打完嘛，然后就是棒球这种运动就很适合看。那中华队虽然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其实打得也不错。毕竟，其实我最近也很久没看棒球了。我以前其实会看职棒，但是后来发现我看的人，要么就是有一些打干，有一些妈打假球，你知道退休被人家弄掉；要么就是有一些就是太老，像什么张泰山那种老到已经40几岁退休，黄宗毅啊、张泰山那种。比较老一辈的，后来就没来看了。现在都是年轻人，也就比较不认识。像彭振明也退休了嘛，对不对？就不知道看谁。但是那种国际赛有事没事还是会看一下。那老实讲，我觉得干打不错，因为你知道，他中华队以前国际赛打都是给人家虐的，你知道，都打不赢日韩那种、美国啊，或者是那种波多黎各那种、拉美那种强权都打不赢。我们只打赢什么澳洲啊。纽西兰啊，荷兰那一种，荷兰其实也不弱，但是就是自打林那一种。不过这一次干，不得不讲，妈，台湾中华队其实打得很好，我真的是，妈打美国只输一分的，我的妈干，然后还可以赢那些委内瑞拉跟波多黎各这种古典强权，你知道？重点是赢韩国，你知道？玩疯韩国，干妈爽死了。然后重点是看棒球，就是想要，我以前看棒球都会看 PPT 上面讨论嘛，然后。我这次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干妈的妈 PT 上一堆酸民那边酸，你知道，觉得真的是看得很不爽，妈明就打得很好，妈一堆人那边靠腰干，这是妈 PT 真的是世界乱源的干，就是 越看越不爽，你知道，我后来就不想看 PT， 我就直接看那个，就只看比赛，每个人都干妈讲好像自己很厉害一样干，不然你去打干、啊、我看你会投什么球啦，妈人家投的是四缝线的直球，你他妈会投什么，那 PT 那些肥宅乡民可以投什么小便球、啊、是不是，妈时速多少，人家时速130，你在那边骂干，我看你去投有没有时速，有没有80公里啊，干你啊，啊智障乡民，操你妈的。不过我相信也有有些人，也有蛮多人是好人啊，只是其实有些看到有些乡民，少数乡民那边靠背，我就觉得干很不爽啊。嗯。这个冷的咖啡入我喉啊，温暖我的胃啊，天哪、啊、我刚刚讲什么，刚刚讲篮球的，对啊，反正我在讲爬山的事情啊，怎么讲到棒球去了。爬山这种运动其实蛮适合我，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这个有个问题，就是我嘴巴停不下来，你知道我知道，只要是跟我认识的朋友知道我这个人嘴巴就是要一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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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念，你知道，真的是停不下来，就是跟我比较熟，如果你跟我不熟的话，我就不会屌你。但是如果你跟我认识的话，就找这样嘴是哔哩吧啦一直讲啊。所以我要做运动，一定要是那种比较静态，然后可以一直讲话的运动，像什么爬山就很适合啊。不然就是打乒乓球，你知道，乒乓球就是，毕竟我跟我朋友打也不是特别激烈，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在冲他想，但是那边打就边。嘴炮一下，妈看我这个外旋发球炫的，你妈的头皮发麻这样子之类的那种屁话，你知道，这种运动就是可以稍微嘴一下的，反正就是怕刺我这颗中东火球之类的。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运动啊，我之前还会攀岩，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那种室内的攀岩那种抱石场啊，就是你大概攀个几分钟你就会躺在那个软垫上面休息。我以前也会蛮 我之前也蛮喜欢去攀岩，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喜欢跟我朋友躺在软垫上面嘴炮，你知道吗，就是干，你看那个石头，我跟你讲，你下辈子都爬不上去啊！妈，小废柴什么的。
反正你看那个梅亚那个屁股扭的真是好看啊之类的，这是我的那个。所以我其实根本没在运动，你知道，我只是运动只是一种嘴炮而已，我只是去，我真的就只是去打嘴炮而已。好，所以反正我最近蛮喜欢爬山的，因为我大概连续三个礼拜都去爬山，我上上礼拜去爬那个狮兽山嘛，就是虎豹狮象纵走，嗯，然后上礼拜去爬那个什么潮林古道啊，然后去吸那些老人家的屁味嘛，对不对？然后这礼拜就是去那个仙鸡岩，不过这礼拜我室友没空，我就自己去爬，然后闲着没事自己去爬，爬那个景美的仙鸡岩啊。不得不讲，景美，我从那个怎么路啊，景新路吗的263巷还264巷上去的，然后不得不讲，它上面规划还蛮不错的，蛮平坦的。重点是爬上去它也不是特别的陡，它不像象山那么陡，你知道，它比较缓坡一点。然后上面的那个地貌也蛮丰盛，还有一些立牌，然后感觉那个仙鸡岩这个东西是蛮久以前就有，因为它有一些那种解说的牌子啊，比如说跟你说这是什么蕨类啊，什么小的，那些牌子都很旧了，但是还是可以对应到，就是它有新的那种解说牌，有旧的解说牌，就代表这个地方应该很久以前，然后民国60几年就有人，才60、70年代就有人在那边。有在运行的，有在维护，你知道？因为我看它上面还有题字，你知道吗？什么仙鸡岩那种题字，它是那种民国60、70年代写的。然后仙鸡岩这个地方好像有个传说，你知道？他妈好像是什么，就是当年什么吕洞宾啊，那个什么也是吕洞宾吗？好像是吕洞宾吧，要追那个什么何仙姑啊，妈仙人要互相，仙人想要互相打炮吧？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是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吗？这样是不是很不敬啊？仙人在互相交往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仙人嘛，仙人也是人啊，他们也是有七情六欲啊，他们还是想要生小的小仙人出来跑来跑去啊，对不对？干，我会不会被打？干，我今天遭天谴啊！不管，反正那时候吕洞宾要追那个何仙姑，结果何仙姑好像不喜欢吕洞宾吧，就一脚把吕洞宾踢到了，忘记哪一座山了，另外一座山吧。就吕洞宾掉入凡间，然后躺在那座山上面，他觉得干这座山好像是蟾蜍山吧，还是什么山？他觉得那座山太鸟蛋，他不喜欢那座山，然后他就一跨了一大步，从那座山一路跨到那个景美的仙鸡岩上面。然后他们还说那个仙鸡岩旁边还有两个脚印啊，那就是吕洞宾走的脚印啊。我是没看到那个脚印，我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的、啊，但是那个是那个仙鸡岩的传说，因为是仙人的足迹嘛，对不对？叫仙鸡啊，蟾蜍山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叫蟾蜍，这长得像蟾蜍吗？还是怎样？所以仙鸡岩的传说是这样子啊，就是、然后上面有一座，上面好像也有一座庙是在拜那个吕洞宾的啦。然后你走到那个中间那个地方，你看到那个庙，其实从那个庙那个风景啊看出去，其实风景还蛮不错。因为平常我爬那个山啊，都是要么就是内湖嘛，我之前会去爬什么碧山岩嘛。然后那个象山也是比较偏东边的那个山哦，那像这种木栅这一带的那种山哦，像什么福州山啊，跟这个什么仙鸡岩啊，你看过去的风景就是比较偏西南半部的那个台北啊。干，而且昨天天气妈好到爆炸，你知道，完全一片晴朗无云，那个天空妈蓝到靠北，你知道，蓝到我都要流眼泪。那个天空啊，那个天气你去看，你就可以看到妈的干，你可以看到什么？阳明山啊，什么大屯火山群啊，观音山啊，跟一堆阿里不达那种左边那些我不知道那些什么山啊，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什么山，我是听旁边的阿上，那些阿上好像都是老人家，好像对山都了若指掌，你知道吗？妈，每个那边指的那个什么细数山头啊，那边边指给他的那个，指给他的小孩听吧，还是谁我不知道。然后我那边旁边听，我说干，真的假的？那个是大屯火山啊，旁边听，你知道吗？对啊，然后。就是在那个，其实那个地方也不是特别高，你知道，那个仙鸡岩那个庙也不是特别高，大概半山腰而已。但是从那边看就看得很清楚，然后重点是你可以看到，在那个观音山在左侧一点，你可以看到一片很平的那种，很像路的东西，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重点是那个，我现在想的那是山吗？可是又不像山，就是平平的一片那种东西，然后。
在那个平平一片的那种有点像提防那种东西，你知道，就是台北市你这边下面看是一堆房子，就往上看一点是一个有点像提防的东西，然后那提防东西上面还有一栋一栋小小的房子，然后想说看对齁，我都忘了台北是盆地耶，干我真的是爬到山上才发现干对齁，这个是可能是新北市还是哪里还是桃园的那个房子你知道吗，我想说干对齁，台北市是盆地我完全忘了，桃园是台地嘛，桃园是比较偏平就是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我现在在上地理课吧，干我是不是智障，我到底装他小啊，但是你知道桃就是我不知道是桃园还是新北市的比较高的地方你知道，但是你看那个地方就是觉得说干对齁，妈的原来我们都住在一个碗盆脸盆里面你知道，难怪台北市妈夏天的时候热热到爆炸你知道，这是我在爬山的那个这是我这次爬山的那个收获啦，就是在上一堂国小地理课啦，这样子蛮有意思啊，大家无聊可以去爬爬看啦，如果你是念四星的话 你更应该去爬，然后就在你们学校旁边你知道，它还好好几条路，我后来爬完绕了一圈下去，其实我绕出来一圈还是在那个景星路你知道，就是只是可能我刚刚在264巷那是绕出来比较靠近那个29几巷，所以我觉得干了我干嘛绕一圈，我只是在从山上那边绕了靠了半圈下来，但是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对啊。然后逛完之后其实那时候也差不多傍晚了吧，我就去景美夜市晃晃，其实我不知道景美夜市什么好吃的你知道，因为我其实真的蛮少来，我听说景美夜市蛮多特别的吃的东西，但是不知道欸，我那天吃什么杨家水饺吗还是什么的，我就觉得是蛮扎实啊那个水饺，可是好像就没有特别厉害的感觉啊，对，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景美夜市好吃的东西要可以推荐，我记得好像有什么，我之前好像有吃过那边的那个什么小啊什么米粉汤啊，就是切那些小菜的米粉汤好像还可以啊，然后还有什么啊，景美夜市不知道欸，感觉新店那边一带可能也有一些不错的吃的啊，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吧，这是我昨天过的日子啊。我想一下有什么事要讲啊，对了，有一位那个听众朋友他传的那个，因为我上礼拜不是讲那个嘛冷漠的台北人嘛，他是为了证明他不是冷漠的啊，冷漠的年轻人，他为了证明他不是冷漠的年轻人，他传了一份大道城美食地图给我你知道吗，那个真的是有够详细你知道，他从一路从大道城讲到宁夏夜市再讲到那个大龙洞一带，哇干那个大概够我吃一年了，我都吃不完你知道，真的是年轻人让我们对那个冷漠年轻人又重拾了一点信心啊，真的非常好你知道，非常开心， 没想到年轻人还是有，所以年轻人还是不错的嘛，妈的我以为你们直接在那边在那个什么捷运上面滑手机看 IG 妈看限动那边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不错嘛，现在大家年轻人跟老人就是长年轻人跟那个温暖的老一辈呢，长温暖的上一辈呢，都有各得一分啦，所以还不错。我觉得我应该，看我应该像那个谁啊？我之前看瓜吉，他要整理他那个瓜吉美食地图，你知道？我觉得我应该要弄一份那个阿丘散步地图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打开我的 Google Map 上面超多星星的符号，你知道，都是我要去吃的小吃，不然就是要么就是我吃过，要么就是我还没吃的。对啊，我觉得我应该弄个这个东西，感觉然后拿去卖钱，赚钱，妈干，这样我才有钱继续吃小吃，你知道？啊，对啊，我应该整理一份地图出来，老实讲，好吧？其实外面天气很好啊，干，你看这个天气，这个、天空，妈的蓝哦，有个蓝的，今天好像没有昨天那么蓝了、啊，不过也是不错啊，干。应该出去玩的嘛，妈这边录这个 podcast， 妈坐在电脑前面不知道冲他小一干，真的是哦、喔，吼，好了，我们再放一首歌来听听好了，这首歌叫做什么 ？No more drama， 不要再看乡土剧了啦。No more drama， 为什么不能？乡土剧不错啊。
好了，各位，这礼拜就这样啦，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啦，好不好？虽然周末也快过完了，但是今天礼拜天嘛，大家出去玩啊，不要在那边滑手机啊。这样啦，各位，拜拜。